没有人呢、欸。开始了、哦、有了应该是网络不稳，网络的问题。对，哎，我们有点迟到了。对，嗨，佩如，今天穿搭的人会比较少一点，我们想说控制在半个小时。对，因为半个小时内人看着比较多。对，因为我们怕我们都聊太久。对、啊、就聊一些，每次都聊一个小时好像有点太多了。对，你们大家看的也会累，所以我们今天 主要的主题就是介绍显瘦穿搭、嗯、然后顺便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一些新品。对、嗯、那我对我先好，我们直接开始吧。好好好，耶，直接开始可以了吗？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啊。然后要记得分享直播。今天是送短裙是鱼尾短裙吗？这个那个，那先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其他色都等一下会穿出来。今天送的是这个鱼尾短裙，很可爱，公开分享加留言哦。里面是裤子，里面是裤子，对，它是裤子，嗯，很可爱。我是把你的脸挡住了。好，分享加留言就会得到那个鱼尾，就可以抽，对啊。嗨 ，Shoko 有问我一些就是穿搭的问题，在 IG， 然后我就会有回答他。小盒子吗？对，小盒子。这样会不会爆炸多人来问？其实以后都会失去。我今天都加班很晚了，然后想回到家其实已经很想睡觉，然后在想说好像要就是要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你应该聘一个小帮手。可以，有时候如果工作到很累的话，就会想要休息一下，回一下。休息一下可以，对，就是可能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会回一下。嗯，上面的礼物还是打红色套装、嗯、我们打错了，打错了。我看一下，看一下。嗯，啊，对，真的、哦、是鱼尾裙哦。现在可以改吗？你有手机？我改，我看一下。帽子可以编成。是说谁的帽子？我们两个都是大，两个都是这礼拜的新品。一个是棒球帽，一个是渔夫帽。嗯，然后我，对，好，先我好，我先，因为我的棒球帽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灯芯绒材质，对，这样看得到吗？嗯、灯芯绒材质的，可能它口低，它有一点亮光，这样嘞，这样是不是有另外一点？因为它有一点亮亮的，对，灯芯绒的那种、嗯。然后它上面是绣花，然后后面也是可以调节的。我有拉比较紧一点，因为我想说我喜欢高一点，对，高一点看起来比较瘦，就是这样子，然后凹一点点的话，这边还有粉红色，还有粉红色也很可爱。是绣花的，然后灯芯绒材质，然后背面有这样子的，就是可以调节，你就不会怕说，头围太大或太小，嗯、就这边可以自动调节。嗯，然后我今天是走休闲风，因为显瘦穿搭，我觉得宽松的牛仔裤就是，因为嘴还没有定好。牛仔吊带裤是很显瘦的，因为你里面因为它有点宽松，所以你里面穿稍微合身或。就是你的上衣再大一点点也都 OK， 因为像我今天身上这款应该比较合身，我可能是合身，你可能就不会合身。对，然后我就搭黑，因为黑白配是最基本的嘛。然后我黑白配之外，袋子也是黑白，新的袋子。这袋子从小杨去新加坡的时候就很多人在问，我带去新加坡，而且它容量很大，这我的包包里面有点乱，真实使用的包包，它还可以打开。它可以做扩充，对，它可以开这么开，就会放一些哇，装好多了，然后跟一些在新加坡买的卡片，还没有整理，还没有整理出来。然后它有一个小包了，对，零钱包，很多东西可以装。啊，还带了一戴耳环，这边为什么要戴耳环？谁是就是想说对出国的时候，那就装几个喜欢的，好像可以用。还有叉叉笔，你打，因为飞机上要写那个入境的时候要写一些资讯，我就会随身带着，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好搭配，对，它其实是有一点女性色，我这样子拿也可以，或者说像 Peggy 这样子，她穿牛仔色蓝色系，她其实搭这个很百搭，这个很百搭，而且它是配件的，它卖超好的，对、啊，就是跟衣服差不多，对、啊，我今天看好像快没了。真的快没了，因为我婆婆也打给我。啊，我有听到你下午的时候，我婆婆说可以帮她买一个送她嘛，我说好。对，
对，这个感觉妈妈也会喜欢。妈妈大家可能要赶快购入，会在数量不多，你会再补吗？我不确定，因为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觉得，商品我就怕它，如果说是补货的话，时间太久了。太久了，就是会不会过了那个热情的时间？大家对这个包的热情会吗？会吗？我不知道。有人说包包超棒，是已经有人已经收到的。你有买到吗？因为昨天已经有，其实已经有客人收到了，他有小盒子给我。真的好快、哦。对，真的很快、欸。就是因为有收到，物流很有效率。我们就是3308，物流3308，3308组长，他整个部门就是很有效率。可以介绍一下。好，我现在这个帽子它也是这礼拜的新品，然后它是很有质感的，它是麂皮的，有厚，它是双层的，它是很有分量吧？拿起来看。之前我们也有一顶卖很好的渔夫帽、这个好像比较挺，但是我觉得它的版型跟我在外面买不太一样。我觉得它版型，它虽然里面好像没有做调节式，但是它你戴上去的话，我的头围是。就是、是挺的，它头围应该是说它这个袋子的头围不会太大的，对对对。然后我如果我戴其他款的渔夫帽的话，我戴一整天，其实它会变成这样，然后我头会很痛，就是因为要一直对，你要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就是要一直调，所以我觉得很累。可是我觉得我刚戴这款之后，我觉得它这旁边真的把它顶住，然后我觉得黑色很百搭。我妈妈你看一下侧面，侧面好像也蛮好看的，很好看。对，因为它有一点点斜度，因为它可能刚好就卡在这边，是不是感觉是 GD 会戴？很有 G Dragon， 很有质感。卡其色也很可爱，卡其色很特别。对啊，对，它跟外面的卡其色不太一样。有在那个看江江有买，还是江江要试戴一下？他今天拒绝入境。他今天不入境，对，他说他只有在深夜直播。他只在深夜。那我是什么？刚刚有人问包包多少钱，包包790哦。你的帽子来了，另外一个颜色，我戴戴给大家看。驼色也很可爱，我觉得驼色也蛮好看的。再远一点。驼色有韩国的感觉，这个包包再给。包包加分，对啊，包包加分，包包帽子加分，配件好强哦，对，很可爱。帽子是新款，这周的新品，蛮特别的。卡其色我觉得蛮好看的，黑色就是安全，对，百搭。黑色一定是，黑色就是都可以低调的感觉。好，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的衬衫好了。好，我来换回黑色。有人问帽子有分前后吗？有，它其实没有啦，它就是有这个吊牌，然后我们通常反射性的就会把它放在后面，这样子戴。对对，这样子它的车线其实它两边是车线，所以就是前后是这样子。然后介绍一下衬衫。衬衫的话，它的材质很舒服，滑滑的，而且它是不会皱的那种，就是不会皱衬衫，是软软的。有些衬衫它是比较挺一点，那像我肩膀可能会比较宽，或是有些人怕他肩膀比较宽，可以选择这种软布的衬衫，就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宽吧。Peggy 身上的衬衫是生活感条纹宽松衬衫，但它特色在背面。哦，对，背面。它这个可以开，其实是慢慢开吗？可以吗？变成露背吗？就是开到，其实没有试过，因为内衣在这里。它的扣穿还是可以吗？反穿的、啊，反穿没有试过，没有试过。但我猜，因为如果把它拆掉的话，其实可以把衬衫往后拉。哦，等一下哦。如果把它全部拆开，还可以播吗？可以，我猜，是不会太露的。你们看，好可爱，这样的，好凉啊、哦！江江的最爱，江江喜欢。就有点设计、欸，所以它不是普通的衬衫。对啊。然后因为你这样子，你还可以，因为一般衬衫它是怎么合，所以当你如果前面等一下再打开可扣，它就可以变成就是稍微宽松一点。哎、我都没有发现，我觉得你这样一开好像变得很好看，对，更好看的感觉，对啊，更好看。侧面的这种，那前面你可以再开一个。它其实如果不扎进。那个无肩带内衣，它其实如果不扎进去的话，很蛮长的，也可以搭 BK 一零一，对，就是它其实很长，更慵懒，对，它是整个可以当小洋装穿，但是因为它这边侧边有做
圆弧的，所以里面还是要搭，可以搭短裙，可以搭短裙，没拉出来，下衣十中，拉出来其实蛮长，很长哎、欸，很长，口气，嗯。这样子好像也可以搭球鞋，这样可能要搭短裤，好像搭裙子可能不太适合，就是会变它，因为它侧边是做这样，对，所以就是一定要内搭一个短裤、嗯、才会一定要穿啊，对，一定要穿裤光。好，我再来扎回去，好累哦。那我觉得蓝色条纹配蓝色的牛仔其实也蛮好，它是整个是同色系，因为最近蛮喜欢同色系的搭配的。嗯，红色系是最安全的。哦，对啊。其实这个衬衫还有绿色的，也蛮好看。对，它是浅绿、青绿色，就是有点灰绿色。嗯，灰绿色也很可爱。好，我要偷偷曝光一下你的那个裙子啊。什么裙子？超显瘦的，我们这个吗？要先跟大家讲吗？明天有新，会有上架，新上架。我们大家看了都很想。就是这件裙子你也是该从后面的那个白色可以看出来吧，是一个什么系列的，就是我们早上十点 PS 系列，可以来看。现在 Peggy 身上的这个看起来很瘦的裙子就是系列里面的其中一个，嗯，它前短后长，它就是我看一下就蛮，对，但是它不会到落差很大的前短后长，有些裙子可能会落差很大，对，然后后面比较长就会比较不容易曝光吗？江江不要曝光正面，江江你戴那个礼服吗？曝光后面。江江的也是明天，对，裤子。之前我们有介绍过。江江出场。江江的帽子，江江的大学屁股，江江的屁股后面有一个这个。可能要再退后一点，对。这个是。PS 101 PS 101，大家先听到那个关键字，明天十点就可以直接抢。有英文和三个数字，对，英文跟三个数字。然后后面有做那个，因为毕竟它可能也就是很快就会卖光了。因为我们最近推的都是显瘦系列的，我们把今年的款式把它拉出来做成一个企划，然后我们就是也是一样，我们试穿很多，就是也是找 M 尺码跟 L 尺码的女孩一起试穿，然后我们就是。哎，我们有一个要说，就是你明天点到十点的时候，你点到我们的商品页里面，会有那个一个试穿的表格，不是在试穿报告里面，是我们另外做的。是商品页往下滑，跟以前的试穿报告不太一样，是比较更真实，而且更非常真实，而且更详细的，就是身形试穿人员的身形啊，还有对那个商品的心得啊看法，就是、长度弹性。都有写进去，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参考。你说我今天穿，对，去试穿，对，然后那个蛮害羞的，那个是真的每一个人都去穿那件牛仔裤，然后每个人都会分享，而且哪边很长，哪边很松，或是穿，而且每个人都要量腰围跟臀围，我觉得这有点残忍，而且就是血淋淋的公布在上面，对，而且被挑出来放可以匿名。我们是昵称啊，不是全昵称就会知道说。可是你的昵称大家都知道，你可能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钢蛋小公主，钢蛋奖，怎么会突然？没有，而且可以，就是明天会上架进入到 PS 系列的这些商品，都是经过残酷的考验。对，它本来有几十款牛仔的，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去试穿选。大家就是选出来觉得穿起来最显瘦，对的，因为 PS 其实就是 power skin，就是想要让大家身形穿起来就是，是修身的，对，我觉得真的还是要试穿，好像可以每一件牛仔裤真的穿起来，而且我们选出来的这些款式其实是从 S 到 L 的女孩都觉得瘦的款式，对，不是只有 S 穿起来，对，因为。有的时候他竞争的比率是几分？对，反正穿了很多款。嗯，对啊。那我可以先介绍身上，哎，那我再讲一下我身上这个，因为这个是有做活动，因为我们最近有做一些限时活动，就是有的是24小时，有的48小时。这个现在已经就是特价，特价结束了，结束了，那就是239结束了，它现在变299，哦，也是便宜了。好了好了，那我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就是这样口袋有口袋的。很可爱，然后它这边可爱的是它还有做这样子的感觉，不像一般的是做反折的，这就是可以外很适合外穿搭的，像它有很多颜色，然后我就很喜欢有口袋的 T 恤，就不管是短袖或者说长袖的，我觉得有口袋都很好搭配。吊带裤我穿 S 号，不透，它很热，
它是有一点就是秋冬的，对，它是秋冬的布料，秋冬拿来搭配，就是全棉的，全棉的材质，对，全棉其实蛮热的，蛮热，对，因为我们都喜欢有点莫代尔，就是有点凉感的。我想要再穿一个，可是现在很热，你要不要再借？哦，你要穿，加再把它接上来。吊带裤好像可以，我先帮你拿包包。吊带裤就是它做的是直筒的感觉，然后它刚好我穿我158公分，然后它穿起来到我的脚踝上，脚踝上这样子就有露一点脚踝，然后配球鞋就蛮可爱的。然后因为我今天穿黑色，所以我会搭黑色球鞋。然后我周末的时候去，上周末去新加坡是穿杏色的，然后因为新加坡很热，所以我里面是搭背心，然后我就用同色系的搭配，就是里面配杏色的小可爱。我以为你里面没有穿、欸、怎么可能、啊、没有，是配杏色的，但是因为太热了，就是我们手臂肉肉，可是因为在新加坡好像新加坡不会 care， 就是新加坡好像大家都你说不 care 肉肉，对，没有在 care 别人，真的对啊，因为好像因为它有点热带。小羊身上的是 Boylish 休闲宽松吊带裤，是这个礼拜的新品哦。然后我穿起来，其实我有点露了，可是我穿起来这边还是可以有拳头。而且它后面的设计跟之前的款比较不一样，它后面是有 Y 字的，就是跟我之前穿有一个吊带宽裤不太一样。上礼拜的不一样，对。风衣，这个是这礼拜的，对。这个我也很可爱，这个是江江。香香款，我喜欢那个黑色。这风衣其实也是被问很久了，终于上架了，终于先出彩。我要怎么介绍它？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就是 A 字，有点散状，是娃娃装的感觉。然后它袖子这边是做泡泡袖的设计，然后它这边因为袖子泡泡袖，所以它其实有这边还有两个，这边有两个扣子，就有点竖起来。对，你可以。不要那么，你如果不想要那么泡泡袖的话，可以解开，把它放在外面的扣子。等一下，两个给大家比比看。就是这个就是刚就是正常的，然后这个就是这样，有点泡泡袖的感觉。可是它是散状，可它也可以把它有用带子系起来。如果不喜欢太宽松，或者你要整个会这样子吗？现在这样好像有点太热了。风衣没有分尺寸哦，绑起来好可爱啊！绑起来不会啊，好像因为它很像洋装哎、欸，它很像那个。我今天有试穿，它其实是很有分量的，是会暖的那一种。它是很有质感的斜纹布料、嗯，就是它表面有一点绒绒的感觉，知道什么？对，这个厚度看得到。嗯，这个是很大，对啊，因为就是做宽松版，宽松，因为它有一点像不是那么。女性感觉包包，不是那么女性感觉，它是男孩风的，对，男孩风的风衣。之前我有穿的一款风衣外套，就是大家一直在询问，可是因为那个布料有问题嘛，所以我们就退回给厂商重新做。那款是合身，就是那款是刚刚好的，不是这款比较特别，这款是因为它做落肩，它做宽松感觉的，这样子我就觉得。跟以往的风衣不太一样，对、啊、好像跟一般风衣不太一样。一般外面看到的风衣都是比较合身、比较 lady 一点，对，或是你可能就是穿去上班。嗯，但是这种的话，我觉得它有点休闲，又有点慵懒可爱的感觉，跟外面不太一样。不搭球鞋，而且我觉得它售价真的算蛮很便宜。嗯，它现在是已经就是。预购、哦、可是因为它1290，所以预购是免运，就可以直接预购。然后它11月4号的时候就会到货、嗯。我这个是男孩风的穿搭、嗯，我觉得你现在这样穿有点女生，可是昨天你有套这个，你对我搭的鞋子比较女生。哦，对，因为我刚来不及换。对，我昨天有穿这个风衣，还是你也套了看，因为我面其实是加这样有点，就是男孩，有点太男孩了，是不是？太男孩，干嘛？还好啊。我觉得算可爱的男孩。我先介绍这个衬衫，因为昨天好像都被这个外套给盖住，然后有人有问说里面的衬衫是哪一件，但它其实是同一件衬衫的洋装，它是假两件，它是不可以拆开来的，它是连在一起的，只有肩带。假两件，做得很真的假两件，超真的，而且真的会有人这样子穿哎、欸，对啊。就是我不用再去想衬衫，然后不用再去买洋装。出门的时候就直接套，现在韩国女生好像都穿，对啊，我就直接买了。嗯，而且它整个版型
是很利落很合身的，好像没有口袋。然后它是后面的拉链，它背后是哦，背后是拉链，后面有做拉链，这其实很方便，所以你就直接出门就穿一件这样出去就可以了。然后我再穿一下风衣外套，就是搭洋装的感觉。刚刚有人说想看他的颜色，就是这样。妹妹来，妹妹来，妹妹来，你过来。神秘嘉宾，就是、很大件，但是很可爱。其实跟你这样也是蛮搭的耶。对啊，我觉得你昨天是好像也是这样穿啊。我昨天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加黑靴，就是比较辣一点的黑靴。但我今天是穿法国线，就比较休闲。比较休闲。对，但可能有点学院风。嗯，我是不是还带还缺一个？我要包，就是包包，就是可以再加帽子，我觉得都可以。包包好像很好配，每一个都可以配，包包好像很好配啊，每一个都可以配。有人说官网风衣配连帽外套很可爱，我也觉得，我看的时候我还仔细看，说到底是两件还是一件？我觉得那个就可以直接穿到冬天去。我们穿就是我们都有买的那个雅雅款的那个风衣外套。嗯。刚有人说想看小羊身上的。上衣有没有别的颜色？很多色，有绿色、芥黄色、玫瑰粉、卡其色跟粉紫色。然后我穿的是白色，这样。然后他们很可爱，我来看一下他们袖子。这样一起拿好可爱、哦。对啊，好可爱。要不要拍一个情境？你说直播的中间吗？很可爱哦。然后介绍完了，还是可鱼要出来了吗？终于欢迎到可鱼。我今天穿的上衣是，就是有，它在袖口这边有蝴蝶结，然后上礼拜 Peggy 是穿粉红色，那时候就很多人问，然后这个是白底黑色的，然后身上的这个是这个礼拜的连身裙，然后它有橘色跟深蓝色，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袖子好特别，我也觉得这个袖子很可爱，它是可以自己这样拆开，然后自己这样绑。上衣是小清新袖口绑条纹上衣，它有四个颜色，它有白底黑条。我现在身上的是白底黑条，然后上礼拜 Peggy 有穿的是白底粉条，然后还有深蓝底白条跟白底浅蓝条。连身裙想看蓝色，好啊，等一下穿。这个是橘色，它会比较秋天一点。那深蓝色它持平有一点接近黑色，然后就会比较显瘦。等一下再穿。想看另外一款吊带裤，刚刚小羊穿的吗？然后它这个啊，很方便的是它这里有口袋嘛，它这边有两个口袋，你就可以直接把手机丢进去，然后就可以出门。对啊，竟然有口袋，有口袋设计。然后长度的话，我156穿起来是刚好到。脚踝上吗？差不多。我现在搭的是靴子，小腿盖住小腿。我之前穿深蓝色的时候，我也有搭小白，就是平底的小白鞋。它有分尺寸哦，有 S M L， 它有分 S M L， 然后这个是590，我觉得很便宜，因为它是有厚度的雪纺。请问身高156哦，像刚刚 Peggy 穿的那个假两件洋装，它就没有口袋，然后这个的好处就是。有口袋，而且就是一件事，而且一件事就是很方便啊。像我这个礼拜天要去看演唱会，我就想要穿。演唱会要一定要穿一件事的。对。或者是看的时候比较快，也不会曝光或者怎么样。演唱有人也要去看演唱会的吗？就可以穿演唱会、啊。可以讲吗？好可以啊，可以。想看蝴蝶结牛仔裤，等一下会穿哦，等一下会穿哦，是会贴身的材质吗？它是。因为我比较肉，所以它是就是空剩的空间是这样子。但如果你就是比较瘦的话，应该就是算是微，不是那种很贴合的那种，超划算，我也觉得。这个深蓝色我去换给大家看，但是 Peggy 好丑啊！想看韩妞 look 打折款裤？哦，那个等一下也会，等一下会有，那个也卖很好。来了，谁？Peggy 也来了，再见。好可爱哦！这件是棉麻抛袖衬衫吧？对，490吗？然后它有两个颜色，一个是我现在身上穿的是砖橘色，然后这个是芥黄色。它还有米色的，
然后这个是荷叶设计翻领抛袖上衣，它只有一个尺寸。嗯，现在这个天气穿我觉得刚刚好，因为它就是不会到太厚，对，不会到太厚，然后就是很蛮应付，蛮能应付现在就是早晚比较凉一点的天气，但是中午出去又还可以接受的程度。我讲了很多话，放一下这个。这样它好像也是枫叶色系耶，对啊，好适合现在穿的。然后我配的一样是刚刚那个渔夫帽是卡其色的，卡其色的话就可以配 同样是枫叶色系的家族纹。然后这件牛仔裤一样是 PS 系列的，然后我觉得我选这件是因为我觉得我这穿这款的话会看起来很瘦，然后这款是 PS 101，大家可以先记起来，然后看一下我穿起来的感觉是这样。我现在没有穿高跟鞋，就是以平底鞋的穿法去看我的脚型，好显瘦哎、欸就是！它后面是不是有不一样？但是我今天其实跟可鱼花了，早上花了一段时间去试穿大概10件左右的牛仔裤。10件吗？不知道，可能更多或是左右。对，然后其实真的试穿每一款牛仔裤，真的是有差，比如说可能是腰部的位置不一样，或是它的裤档，或是它整个大腿可能很合身，但是小腿是松的，或是它的大腿是很窄，可是小腿很紧，就是种种之类的这些因素，可能会就是你穿的每一款都会真的是有差，就是穿起来不一样，然后每个都会，就是、我觉得要帮挑一个，是鬼打墙，反正每一款穿起来的牛仔裤都会不一样的感觉了。然后这款我选这款是因为我觉得穿起来很显瘦，所以选这款。有人问说有推荐颜色的上衣吗？上衣推荐颜色的上衣，你说这一款对这款，这款我就选这个红色，就是、因为我自己本人比较喜欢红色系，枫叶色系，对枫叶色系，除了它很显白之外，就是但它的红也不是正红色，活力吧，就是砖红色，它是砖红色，对，不是正红色，蛮好看的。我再介绍一下它的裤子好，它是。有弹性的哦，它是可以，它算蛮贴的吧，算贴，因为我觉得修身的牛仔裤好像基本上都要会有一点贴身，然后要有弹性是最舒服的。 OK， 我转圈给大家看，这件我有穿耶、欸、我在试穿的时候我觉得蛮瘦的，对啊，我觉得它弹力超好的，对，我现在没有办法劈腿，对就是很舒服。裤子是明天的新品哦。Peggy 身高体重，158公分、嗯，然后现在有变胖一点，46、47变胖。我现在决定不吃下午茶。我也是。好，我跟小杨一起。还有可鱼。为什么要抓起来？因为我想说六裤子给大家看。对，好，大家这是101款。明天上架哦。明天上架，嗯。好，还有问题吗？皮肤晒黑，皮肤晒黑应该这个吧，这个要选红色。我觉得黄皮肤人就是尽量避免黄色，或是咖啡色，或是米色好像也可以。米色也可以，米色也很显白。对啊，米色也蛮显白的。好热哦。衣服是490哦。这个 Peggy 的上衣是490，它还有黄色跟米色，没有在这边，只有黄色。黄色，它一样做泡泡袖。好，那我们换小杨。好，我先上。砖红上衣是新品哦，是下摆荷叶设计翻领上衣。嗯，我换了那个针织，就是这礼拜特价第一名。对，粉红色好可爱哦。对啊，这个粉是有点粉肤的，不是那么的粉，不是那种那么的桃粉，对，是比较接近橘色，有点橘的。对。然后我想说，我穿比较这样子难。有点大了，比较成熟，因为可能裤子比较合身，你可能跟鞋子，哦，对，我鞋子很大，因为我想说球鞋看起来比较矮，我就搭了一点点我跟的鞋子，然后想说这个粉色啊，我觉得它很适合搭这样咖啡色系的帽子，就是卡其色也可以，或者说有带点格纹，因为今年很流行格纹，这帽子也是上周的，好多人就是我抢到，很多人在问会不会补，会补，
会补货，就还特地打电话来问。对啊，嗯。然后所以粉色我觉得配咖啡色很可爱，然后加上我今天穿的这种浅色牛仔裤，这样子我就觉得就会蛮简单的穿搭，因为我觉得穿搭不用很复杂，就是你自己喜觉得说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感觉就穿那个样子就 OK。 对，然后我身上穿的是江江款的牛仔裤，可我因为我152公斤，所以其实有点，其实对我来说 S 号是紧的，因为我要穿到肚脐这边，然后因为江江不露脸，所以我只能就是你看自己穿，对，但其实看起来蛮瘦的，很瘦吗？对啊，是看起来不会太瘦的，是吗？是真的，很紧，真的好紧哦。有那也有可能是配高跟鞋腿变看起来变很长。然后我身上的洋装还有这个。不是小杨森手上的上衣是粉色没货了吗？好感螺纹领五分袖针织上衣，粉红色只剩下 L 好。哈，剩 L， 我穿是 S， 但是我自己穿 S， 我觉得这边我有点紧，我可能要买到 M 号吧，我觉得比较舒服，比较宽松。对，然后它还有灰色，然后灰绿色跟这个砖红色，其实还有卡其色，因为其实这样配，你看这个帽子配这样子。对，其实又有点跟我们上礼拜的那个秋叶枫叶色有点像。然后绿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牛仔裤搭什么都可爱。对啊，其实每一个颜色好搭都好看。小杨现在身上的上衣跟裤子都是 S 号、哦。这个有在做活动吗？就是昨天特价好像。哦，我们只有24小时。对，但是他现在的话还是特价，只是没有昨天那么便宜。便宜啊、哦。小杨身上的裤子是后绑蝴蝶结刷摆显瘦牛仔裤、嗯，上礼拜有偷偷先曝光。有，然后江江去新加坡的时候也穿了，对，还是要给大家再看一次。可以，可是我还没绑，可能可以、哦、还没绑。但是这个，好多人问这件牛仔裤，很紧、啊。这个粉跟这个打起来很可爱，缎带我刚拉是可以动的，调节的。大家都觉得可以叫男朋友帮绑这个蝴蝶结，有点浪漫。可是他都绑结绑不好，可能生气。像我现在好像就没有绑得好，可能要牙比较会绑。大概绑一下。哦、这个缎带是可爱的，它牛仔裤是890哦、嗯，而且它的粉好可爱哦。应该还可以，所以应该是要穿短版一点的，才露得出来。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要穿 M 号，穿 M 的话就不会那么高腰。哦哦。不会那么高腰的话，好像就可以会露得出来。然后这件，因为它浅色配上缎带，我觉得江江就是可能他在那个中性里面，他又有一点点甜美，他的内心可能做的有点少女心的感觉，这样搭配，质感真好。嗯，这个好像也可以搭我那个包包。而且它这个裤子是比较浅色，嗯，我们好像比较少，比较少，因为我们几乎都是深的，对，比这个还要浅。对啊，是我好像目前觉得最浅的耶。嗯，好像我是穿了那么多牛仔裤之后觉得最浅的。这个我好像也可以搭风衣外套。牛仔裤是有点高腰款吗？因为小杨穿 S 比较合，所以穿起来会比较高腰，但他穿 M 可能就不会那么高。穿 M 应该就不会了。百搭风衣，真的是百搭风衣。粉色配卡其色跟咖啡色其实都蛮好看的，风衣外套搭什么都好看。对啊，好像可以去预购了。因为11月4号收到的话，其实应该也差不多了。对，就是天气。现在有时候冷，有时候因为它算厚。现在我觉得穿的还是有点热，所以11月4号应该是蛮刚好的，可以喜欢可以先预购。嗯，有深色裤子吗？有啊，后面明天早上10点，大家请期待。超过了，又超过了，我们又聊超过了，没有啦，记错了，我们40分才开始的。大家会看得很累吗？对啊，我觉得已经超快速了，超快速。我们因为你今天想说太多人的话，就一直聊，那我们就介绍穿搭。嗯嗯，想看明天裤子，刚刚已经有先偷穿过了，对，101跟牛仔裙，跟牛仔裙。等一下，小杨会穿吊带裤吗？会，我想要穿吊带裤，我就最后穿吊带裤。最后一条吊带裤，那我倒数第二条，好，快开始计时，开始。
好，这个这个不要紧张，这个是10月23的，这是下礼拜的，上面是上礼拜的，然后上面的下面这个裙子是这一次直播公开分享家的人就会送的这个鱼尾裙，哎、欸，卖的很，它的腰围是合的耶，你说就是刚刚好，刚刚好哎，就是完全是合的，可是看起来好棒哦，就是一般，因为一般这个裙子没有做松紧带的话。很怕很大件，就是很怕会当下来，但是这种没有松紧带，它是只有做侧边拉链，就很合身的，我觉得很棒。而且它做的好逼真哦，就是裙子。它看起来是短裙，可是它里面是裤子，掀开是裤子。还有人跟你说不要紧张，加油！我在考试啊，我在面试。我刚刚一直心中想说，奇怪，这件到底是什么？这是23号的。然后裙子除了现在 Peggy 身上穿的是砖橘，可是我觉得它有一点偏橘红的感觉。它应该手这样看有点落差，它怎么讲？它就是我觉得是橘红，对、啊、对，但是它网站上是写砖橘色，不是到砖，没有到砖，我觉得应该就是红。然后它还有蓝色跟黑色跟驼色，其实蓝色也很特别，蓝色感觉又不太一样，比较青春活力的感觉，红色就好像主角。蓝色 Peggy 都是穿 S 号哦，配角黑色就有分尺寸的吗？有分 S M L， 黑色比较成熟一点、嗯、黑色可是黑色就是百搭，就变学院风了，搭你的那个帽子跟鞋子，对，大家可以看看红色只有三个颜色，还有卡其色，有人说原来它是裤子，对，它是褲子，红色比较有，我觉得很方便，就是你就不怕裤子，但你这边可以掀开给他，因为不方便掀你身上是翻了，我可能要加钱加钱这边他是做内里的，大家喜欢这个吗？这是今天直播的抽奖礼物，穿上去才会喜欢，每个礼拜 Peggy 都是负责穿我们的礼物，真的，所以你看到他刚好是送这个哟，赶快公开分享加留言哦，没有，这是给大家选，就是给大家选，选不然好像每个，不然变每个人都变成红色，对，刚好你都穿红色，对，好，那我转一片给大家看，我觉得不错哎、欸，你还有下一套吗？好像没了吧，我好像就三套，下一套就雅阳，雅阳的那个吊带裤就 ending，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介绍我是上的。好，这个是我刚刚穿橘色，然后有人说想要看深蓝色，我就去换了。然后我里面改搭一个白衬衫，这个是上礼拜的。然后深蓝色我觉得比橘色更显瘦。然后刚刚我搭靴子，我现在搭小白鞋，就是很休闲的感觉。对啊，这样好可爱啊！我觉得这样有一点像那个咖啡厅的店员。哈哈哈哈哈！戴起的帽子。好，远看好像有一点，戴一下，远看好像有点黑色，但它其实是深，有一点深蓝色，它是很像黑色的深蓝色，我觉得这样可能拍不出来，它是很像，但是近我们现在看是有一点，就是深蓝色。然后深蓝，如果你不敢穿刚刚那个橘色的话，就可以穿这个，就是比较百搭，然后就是随便里面一个 T 恤或衬衫就可以，然后就可以出门，然后它也是有口袋的，黑色的。有人问这个可以穿到几寸？我觉得我现在穿到，我现在穿 S 号已经到，就是已经就是没有几乎手指头塞进去很紧绷，所以如果你平常穿 Puzzle S 号的话，你可能要买 M 号，然后平常穿 S 号的话，可能这套就会很紧绷，很紧。我在说，对啊，反正就是这样，就哎呀，蓝色也很好看，对我觉得蓝色有一种比较温柔的感觉。洋洋换好了，对，但我没有穿短外裤，我想先介绍一下。嗯，换小洋，刚刚有人说想看这一件吊带裤，这件啊，这对对对，它其实是吊带裤，但是我们要把它对带裁掉，这样会不会？不会，其实很，我觉得蛮瘦的，人看起来还蛮瘦。今年很流行宽裤嘛，最近我也买了蛮多件宽裤的，然后这个宽裤很可爱，是它这边的有做这个扣环的，它的是直接就打折了。荷叶，但因为而且它是直接有吊带的，其实你穿 T 恤你可以把吊带加上去。对，它有两穿。可是因为我现在上面穿蕾丝的上衣，我想说比较女一点点的感觉，我就不会再把吊带加进去。有人说包包又出现了，因为真的太好搭了。我觉得这样很可爱。我看我这样不会搭，你好像也可以，很好搭。哎，好像有点太百搭。帽子可能就要拆掉。对对对对对。然
后我就想说，宽裤上面可以配背心，因为现在天气好像你可以穿背心也 OK。嗯，然后或者说你在冷气房的话，你想要比较女生一点的感觉的话，你就穿这种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简单，我可以把它藏进去里面，好像比较好看，不要有点太多了。这一款其实它开预购，可是它其实好像今天就会到了。这个裤子，裤子有三个颜色，等于是买一件，然后两穿式的方法。对，因为它可以当吊带裤，它这边有扣子，对，里面有扣子，它可以拆掉。隐形的扣，所以如果平常穿 T 恤啊，或是比较休闲一点的衬衫，裤子对，裤子就是卡其色的那一件，它有三个颜色。这个绳子没有做那么长，瘦一点的人可以减肥。就是东西可能如果很多，不要穿太多就可以。可是我觉得背有点别扭，拿着比较好看。像背好像在追公车。因为我昨天在拍照的时候，我这样子，我要加看我的照片，这种的照片我都没选。为什么？因为我就想说这样子。打起来很像去买菜，然后我后来就看这样子好像比较好看，我自己在那边选。有人说想看裤子的背面，裤子背面应该很胖，要看吗？要不要看江江的照片？江江的 IG 有吗？这个裤子，这个颜色好像已经买完了，那个他预购，真的吗？他今天就会到货了，今天就会到货了，对，今天就到货了，嗯，可以放 A4 啊，因为它空间大，可以就一直介绍过，因为大家一直问呢。这样子感觉好像蛮好看的，等一下我上来，好像有点浪漫的。嗨，可以穿上吊带吗？可以，这吊带跑去哪里了？哦，对对对，因为吊带不在这边，但它在摄影棚里面。对，然后衣服一件多少钱哦？这个我们有用吗？嗯，然后帽子是刚刚那个 Peggy 戴的黑 色, 黑色，然后我戴那个卡其色，它是真的可以顶到这个头。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看一些韩国人都对都不露眼睛，对，可能这样怎么走路、啊？可是这样拍照好可爱哦，超可爱的。那它刚好，我觉得可以往后这样，它很可爱。鞋子没有卖哦，鞋子是好像是 Zara 的，要再穿风衣外套吗？那个其实也蛮好搭的。对。因为它的，我介绍一下它的材质哈，它材质是有点斜纹，但是它不是挺的斜纹，它是比较软的，所以你它其实有点垂度的感觉，对，有点垂垂的。然后我的配件其实我都选那个大地色系的，我喜欢跟军绿色好像蛮搭的，这样配好可爱哦。对啊，帽子是590，五百九。上衣没拉露肩可以看一下，好啊，等一下哦。没拉露肩的话是长这样子，有点方领的感觉。为什么你们一直往这边移？不知道，因为我什么都没有。突然镜头。好，没露肩是这样，我拉一下我的肩带。裤子，有人说裤子有选择。对啊，因为它这些裤子都很可爱，很好看。对啊，鱼尾。长版鱼尾慵懒衬衫的啊，白色那件好可爱。那件可是我们那件，我们还在穿吗？刚小杨身上的是浪漫肌透感一字领上衣，然后这件是490，它还有黑色的。如果你不穿平口，就拉这样子，方领。拉这样子好像也蛮合理，不会像有些一字领拉成领口会变得很像，变对，它其实好像有点方领感觉。对啊，我觉得这样好像也可以。上衣穿 S 号的，然后。是还 OK， 不会到很紧。你这样很欧尼，对啊，有点大了的感觉。我觉得配那个帽子好像都会变欧尼。你的是黑色的啊？我像是黑色，我刚一直到我们两个从头到尾都看得到你的。好，来，两色都好好看哦。韩国就是这样，就是比较露眼睛这样。很可爱，因为我们现在应该是最后一套。没有，你还要穿吗？自己考虑一下。好，那我穿一下，露一下就好。好，那我跟可依介绍。那我们两个身上是同一件，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都是同一件，然后我穿黑色，然后搭卡其色的帽子，他穿卡其色配黑色的，身相反。对啊，这一件黑色的话，再配黑色帽子可能会太
太重了吧？对，太黑了。这件是 Goli 翻领配色针织洋装，有点像那个。我觉得这件很可爱，然后有一点运动风。对，有点运动。它就是裙子，然后要一起出出来就可以像这样穿了两个颜色。对啊，它跟一般的 polo 衫不一样，它是对洋 polo 衫，对，这是洋装，就是很可爱。就是如果我们是卖 polo 衫的话，应该不会有人买。我们是卖 polo 衫，应该不会有人买。但是这是洋装，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穿去看球赛，或是穿去休比较休闲一点，好像也可以穿去上学，大学生啊、哦、也可以啊，就这样背一个书包就可以去。然后我现在是搭靴子，或者搭小白小白鞋，就会靴子看起来我们真的整看很相反。截图可以帮我们截图吗？又要截图，又要截图，每个礼拜都有人说这次的衣服都很好看。对啊。它是这个接出来的面料，给大家看一下，它是针织的，对，它是针织针织的，它不是一般的网眼 polo 衫，它是针织的，然后领口是做配色，它是不是到后面这边都还有？有，你的吊牌跑出来，有，它到后面都有做配色。如果说你哦，怎么那么亮？如果说你怕就是浅卡其色会显胖的话，就可以选深色。那、如果你想要特别一点的话，就可以选浅卡其色上的浅卡浅卡其色。性卡其，就是它不是脏脏。是薄针织吗？是薄针织。可是它不是薄到会透肤的那一种。对啊，它是不用，不是会透的那一种，没有透。我们准备要最后一套了，所以想要抽鱼尾裙的人赶快公开分享加留言哦。这样裤还要穿吗？那单裤就晚上直播的时候再穿。如果有深夜，如果有的话，好，我们你们介绍完了，介绍完了，你们这样很可爱。对啊，我刚刚请大家帮我们介绍，但是没有人接了。然后刚刚有人想要看这个，可是忘记这个名字是什么。哦，你慵懒什么？我看一下啊。这件很可爱，因为它是做前短后长的，它很宽松，这么宽松。韩妞都会加一个针织背心，我刚才在这边。就是如果现在热的时候就这样穿，然后我里面那一搭是这种有蕾丝花的小可爱，这种，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太可爱，太像，对，加一点蕾丝。然后我把衬衫往后拉一下。它好飘逸、哦。然后我穿，因为它下摆的，因为它的布料很垂，所以它其实是有这样散状的感觉，就是仙女的感觉。然后我搭的是那昨天穿试穿，我在大家疯狂试穿的鞋系，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好欢迎。这个是我买的，还没穿在上面，这样搭就蛮。对啊，这样大家就比较不会那么单调。现场直接套。小杨现在身上穿的是韩欧尼长版鱼尾慵懒衬衫，一个尺寸690。它的扣子开到这边，开蛮低的。那我要现在先套。它好像有点不够长，就背心，是它衬衫可以露一点。我们之前有出一个 V， 就是 V 领条纹的那个。你这样子好像也很搭，你这样也搭吗？三不五时又是这个包包，真的很搭。你看这样，真的蛮可爱的。很可爱。它这个侧面是做这样子的，绑带的。绑带背心可以自己调。对啊，你可以绑松或绑低都可以。松或绑。对啊，然后就露一点点领子出来。好可爱、哦，这个也可爱。这件衬衫我觉得蛮可爱，因为我之前也穿平口小可爱，直接穿这个也蛮好看的。单穿吗？这大家有看到吗？那好了，还有什么问住了？差不多了，我们今天这件很好看，包包百搭，没有错。还是最后就用鱼尾，拿鱼尾。好啊，包包真的胜不罗大，真的要赶快买。最后的机会哦。今天公开分享直播加留言抽的是这个鱼尾裙，还有刚刚Peggy有穿的粉红色，可以自己选色跟选尺寸三个颜色。那我们就结束了吗？好啊，拜拜。那大家等一下，就是如果想要再看今天，这周新品的穿搭，你就回去
等一下回放回放就可以。有人说想看裙子，刚刚有穿哦，刚刚有穿过，等一下结束就往回翻。然后明天早上10点，我们也有一个新的牛仔企划，大家可以期待。就是、在后面，后面这样，我们就是有各个尺寸的女孩试穿过，然后票选出来最显瘦的，大概有几款牛仔丹宁系列，有7款。而且是有裤子、有裙子、有洋装、有裙、有吊带裤，对，都是显瘦的。明天可以来逛，拜拜。晚上再提醒大家，明天早上10点见，拜拜。